亨利出发去巡逻喽。咦，这是谁丢的东西呀？两箱货物，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呢？我要怎么才能找到失主呢？哇，终于到 Polly 的家了。 Polly， 我给你带来了礼物哦。哎呀，坏了，礼物丢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海莉，我刚才捡到了两个盒子，你知道是谁的吗？哦天啊，这不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吗？太好了，被你捡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别担心了，海莉，嘿嘿。里面装了什么啊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都是吃的。海莉，你先吃点水果，我去做饭，我给你切一切哦。好的 ，Polly。我们切西瓜。柠檬。香蕉，石榴，饼干，金桔。海莉，你慢慢吃吧，我去做饭了。好的。看看这里都有什么菜呢？红椒、蒜苗、黄瓜、芦笋、大葱。小笼包、香菇、青椒、小河虾、五花肉、紫甘蓝。我们炒一个大葱炒肉。放上佐料。真香。尝出来啦。再炒一个紫甘蓝炒青椒。放佐料。好，熟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